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要为您介绍三枪牌内裤与一枪两命的命案的关系。首先，刷个三枪，这三枪对雪莉来讲是很重要的哦。啊，不仅仅是三枪牌四角内裤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那三枪，他就被敌人秒了。有了那三枪，他就可以发出他的大气功，轰掉敌人。啊，接下来我们又跳下下的时间，跳下下的时间，这是一定要的。Here I am， 呐喊一下，一样也是三枪。哦，敌方雪莉从泡泡中跑出来，那时候一样，还少了一枪，一枪两枪，因为他们已经被我们家的炸弹吃到，我们家炸弹上西天了，又复活了，又复活了，千里大逃杀，看到没有？抓过来，结果剩下是他自己的手，一样刷三枪，刷三枪，刷三枪，啊，刷完了，好，对峙一下，对峙一下，集气，集气，你看一枪两命，真是有这么脆弱吗？还是我太强了？哇！接下来就是迎上胜利的号角。谢谢各位观众。